呦，好可爱呀！这是谁家的宝宝呀？怎么那么可爱呀？妈，妈，不干了。来了，小飞哥来了，小飞哥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会儿叮当叮当，要不要我们要？不是那个，不是，小飞哥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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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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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来了，小飞哥来了。小飞哥来了，鼻梁有洞啊，牙齿。晚上洗吧，我饿了，等不及了。王子饿了。庞少，我饿了，吃吧。分手了怎么办？唉，你吃点喝点吧。尝尝，你都分了。你别人都跟人他人家都你，我看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啊，是个女生，你前男友吧？你前男友现在就说不定搂别的宝贝睡醒，刚睡醒呢。俩人要吃早饭去了都，你还搁这块寻思分手怎么办呢？这都没准儿。我说实在了的，真的，没准跟宝贝刚睡醒呢。搁这块儿搁床上顶上，不想起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三点三十度等于多少？啊，再说一遍。三点三十度等于多少？说清，口齿伶俐一点。三点三十度等于多少？你前面是英语吗？三点。他都不知道那个三点是什么，我感觉。sin30度 ，sin30度等于多少？那不三十度等于多少？我哎呦我服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呀？有没有人能答出来？就是函数。你不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嘛，主播。大专啊！你看人都答出来给你看了，sin30度。大专你也上过学呀？不是大专，那上过学那一定要懂函数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函数。哎呀，我气！那这是行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就算没有文化，我们也喜欢你的，知道吗？你给我滚！是数学吗？没事儿，不知道也没关系的。很棒了，不是这很棒了吗？这是初中数学。啊。还能知道他是数学，很棒了，非常非常不错。这个主播已经很棒了，大概要点点取关啊。vì nhiều khi anh không muốn gặp em nhưng nhìn mặt người ta lại thấy mặt em。那你快坐这块吃吃饭，一吃饭你就别整了。啊，原来是想闹你了。你哎，我再给你拿个碗啊。不用。找另一个。不用，我是搁这人吃的。我妈烙的小饼，都带规，都带规则、带图案的，一般人都烙不出来。先尝尝看看怎么样吧。这大皮儿薄啊，那皮儿太厚了。这大皮儿薄啊。橘色碗里吃啥？那我吃啥呢？我说好几遍了，化肥。你家的狗能管管你吃饭就闹心不？你咋这么烦人呢？你消停点。热不热呀？你给他。你管那事儿呢？没饱啊。
主播亲过嘴儿，那他问我亲没亲过嘴儿？亲过。那你亲亲过嘴儿？没亲过。我真是。行了，这话题问老妈确实是有点冒昧了。什么是刘家良？他说不听。八丁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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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丁滚。他说不对，不对。他说我玩面子的，我玩面子的。他说你再这样呢？他说别太过分，别太过分。他的笑声。最后的小彩蛋。哦，晚安老婆。垃圾桶为什么在床上呢？这他妈是麦克风，这他妈不是垃圾桶，我去你！这他妈是麦克风，这麦克风他妈搁这儿呢，那他妈不是垃圾桶。这他妈是麦克风，不是他妈垃圾桶。你他妈给我！这他妈是麦克风，这不是垃圾桶，麦克风。真他妈冷，这屋！哎呦我的妈！黑龙江，这他妈是应该的地方吗？完了，早上起来了，他妈窗户开一宿，本身就冷，窗户开一宿，这他妈多大的？好冷，也净比赛。不给你气，不给你暖气了，我这人气了，谁他妈骂我？谁他妈骂我？谁？见不得我好是吗？两包小当家，荔枝，西瓜，这玩意儿。咋的了？突发恶疾，犯病了，精神病。广西人民你们好，我叫刘家良，我实名喜欢这颗牙，叫真龙起源，真龙会保护广西每一个孩子。那我也是，黑龙会保护我呀、啊，黑龙江的黑龙啊。好吃吗？好，好吃，好吃，很甜啊！哦，深唯一啊！其实他是这样的，厉害！王子每天都要做发型吗？如果说我要出门的话，我肯定每天都要都得整发型，都得自己整，挺费事，天天剪头发，我想给就是剪成光头。谁骂我？我操！他妈电耳朵，怎么突然电耳朵了？
爷们，爷们，我太困了，我困得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可能播不了了。虽然我很想很想很想播，毕竟我很热爱这份工作，但是我不行。就是对我很无赖，就是对我很无赖，你别惹我开怀。嗯嗯嗯。喵。趁你还愿意。洗完脸是亮堂堂，不洗脸是油是麻黄。操你这个字儿呢妈喽，咋睡？冰冰，你这头发他妈总他妈掉下来，你哥的。好，恶心至极。王子他妈太有劲儿了。我这个是睡袍，我这个是。你那是蜡笔小新的吗？我这也是。我们都是蜡笔小新的。是呢，你这个可爱点。你这多少钱？100多。好可爱，这个更适合你，很可爱。没有这个东西有点显黑的吗？穿着。不会的，你本人白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说三二一。Joey。来，还有6遍。什么是刘家良？他说：“干什么？什么富瑞江再不就红了，就闹塞。”他说：“滚。”他说：“他说：“再讲呢。”他说：“我揍你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人？”